噔噔，过年大鱼大肉，就是想来一碗泡面。开动咯，我在这泡面打了昂贵的两颗蛋，珍贵的两颗蛋。好好吃哦。大鱼大肉有时候还是输泡面。而且天气冷，喝热汤好舒服哦。我老公怕我吃太多，叫我跟他一人一半，那我要吃到一半呢。而且我还打破了蛋碎汤，你看热热，好好吃哦。明天要上班了。擤鼻涕，可以擤鼻涕吗？他要擤鼻涕，那我们就先休息咯，拜拜。